童啊。游戏什么？游戏神童。神童什么？不，神童不是我猜吗？干脑袋。咱俩这个脑袋笨，缺心眼儿。你说话，你说话。三个字我知道三个字了，除了三个字说点别的。那什么笨？哎呀，你太笨了。我看这边。哇，挡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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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我看看你拳打得多干净啊。 Round two， 来这边，看这边，大二你看这边。错了。等会儿，等一下，等会儿，请看回放。孟子义以后拿水又拿盆。错了，后面了。老秦和喜秦，他俩是不是没找到地方？他都没有我聪明。那他怎么说相声？死记硬背吧，估计。死记硬背吧，估计。队名叫什么？叫我不要。我不要对，我不要，我不要。那你们这期游戏都玩不了，我不要对。我知道我们队叫什么了，叫什么？有他赢不了。这是你们俩共同的心声。他说我有他赢不了，我说有他赢不了。他赢不了。等会儿那个他是男字旁还是女字旁？都有。是那个拼音的他。我觉得为了公平，我们就打动物的他。选老秦和孟子义，他要拒绝我们呢。我真的，那我一会儿我就气死了。老秦拒绝吗？孟子义拒绝吗？当然不能拒绝，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也没说话。哎，我们在这儿，我没说话，我在这儿呢。这儿我还拿多远呀？来来，给我拿我上去。来给我拿我上去。What the fuck？ 穿越千年的爱书，只为等一个结果。看的是什么呀？那你发球？我不想发球。你发球？我发球很简单。真的吗？你发球，你发球。先拿一会儿，想想。我撤了，来吧。爱情三十六计，好像一场游戏。我让你发球吗？怎么你的人是我？怎么能别给我？别聊了，拿一下，朋友，拿。聊上了。哎呦！我有钱有身材，巴黎就能法国。追我的人从巴黎排到了法国。你们俩巴黎不就是法国吗？他说的，我也是真听你话呀。那你干嘛说啊？子义，你什么时候见的呀？孟子义，咱们赢一回不容易。不是，我跟你说，我想打他个措手不及。打我一个！这个顶上走吗？不用走，就是三个人站定，然后杯子从一边往另外一边传。那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东西意义是它本身就不好站。要站在上面吗？是，站在上面走啊。那得拦他们。你应该放的第一个，他就没戏了。get 到了，对，玩了一局了，你 get 到。这我真的这一刻非常明白，什么呀写的？德云社呀。德云社，你认识吗？我挺喜欢的，一直。卸妆、面膜，然后最后的护理，你可以直接睡觉。但是我还要洗澡。你还要洗澡啊？我不是在你这洗澡，我是自己洗澡。两个可以分开，你们两个可以学我们。耳声唱。你这个脸不会红吗？不会。别跟我说出来。说。他说，你选另一个，我要跟黄宗泽在一块。出三个孟子义的三字缺点。
可怕好什么腻都自己家人咱也不我跟你说上毯子一定要脱鞋网友了是吗网友骂你就说虽然我很喜欢梦姐但是梦姐可不可以不要穿鞋上毯子我说那毯子很脏大家都穿鞋啊我好像看到了是不是细细小小的一条你看到了你别说呀我老实啊重新来重新来你怎么还看人家呀我的眼睛在你身上目不转睛要给镜头展示啊我这个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还是故意见啊他绝对不是这我知不知道这个谁知道呀这个问题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已然很快速的选择了答案很快速恭喜大家全员答对这一题什么你谈过恋爱曾润熙我谈没谈过恋爱你心里没数是吧什么这个错难道我这些事你都不知道了是吗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发来微信冷风在什么中啊你看这是他现在在那个快同学快老同学老同学快讲个讲个爱讲个爱我只有一个但我一会儿要自己用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我爱就是我想老鼠爱大米谁给你等你了谁给你等你了老秦又做错了什么大姨看这边大姨看这边他落枕了他绝对是落枕了啥意思啊我是对的呀对吧是对的对我跟你说你赢不了这游戏玩了你给我整不会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做了一个活动叫做答案之杯大家可以许一个近期的愿望或者是自己的心里的疑问然后许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杯子这样拉开来就可以得到上面的答案对梦姐先来呗那我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玩游戏全都赢好上面的答案是来读出来认清现实了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泼水什么什么这样亚翔看这里站起来看哪里啊不是就是前面有数字一二三说反了三二一看这里看不对看看三二一看那边不是那儿看下面三二一看下面他们还没看对吗我跟你们大概就是复述一下刚刚那个规则是这样的你不负责跟我讲你负责跟孟子义讲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因为孟子义负责泼水俺的一挡我只负责玩游戏就好我的命在你手上放心吧弟弟放心有哥在加油加油加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跟你女朋友在一起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和秦霄贤我更信任秦霄贤